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韩国连续两天举办金唱片大奖，经十日颁发唱片部门奖项。稍早男团 GOT 其才传出可能全员不续约的消息，他们也现身典礼，获得了本省殊荣。领奖时全员兴奋地跑向正中央舞台。 Mark 致辞说，2021年是新的一年，会有新的开始。而 Jackson 王嘉尔则用中文讲，新年新开始，疑似回应了续约疑惑。 GOT 七金唱片夺奖兴奋冲台前，图翻摄自 JTBC GOT 七今天出席金唱片大奖唱片部门领取本赏。七人不像其他团体慢慢从后台走出，而是像个孩子一般一起手挽着手开心跳步。接着有人高举双手飞奔跑到台前，队长 JB 甚至一拿奖就跪地膜拜的忠实表现得奖的兴奋模样，这也是他们连续五年获得此奖。队长 JB 先说，能得这个奖都是托了 IGOT7 GOT7 粉丝名称的福，今年会用更多元的面貌呈现给大家，一直都很感谢再感谢。 JB 表示，新年会有多样化的面貌呈现给大家。图翻摄自 JTBC Mark 则用英文致辞，我们想要谢谢世界各地的 IGOT7， 让我们专辑 GYE 成为今年最佳专辑之一，谢谢你们永远在并支持我们。我们想说，虽然2020年是个很艰难的一年，但2021年是新的一年，也会有新的开始。王嘉尔则在旁边用中文接话说，新年新开始，谢谢。 Mark 王嘉尔都暗示新年会有新开始。图翻摄自 JTBC GOT 基于十日被曝全员不留在原公司 JYP 娱乐，将会有各自的发展，但如果未来有合体活动，也会作为第一优先腾出时间。每个成员也都被爆出未来的动态。 JYP 娱乐目前回应要确认 GOT 及成员各自收到的提案有困难，续约与否的立场整理中，整理好会告诉大家。而稍早 GOT 及成员 Mark 荣载、 JB 有谦、 BAM BAM 和真容都接续发文高喊 GOT 及 Forever。 Mark 也于推特发文，过去这七年来是我人生中最棒的时光，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，我们七个人会继续带给大家最棒的一面，直到永远。 GOT 七 Forever 似乎都暗示着将分道扬镳，而金唱片的演出也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次团体表演舞台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